感觉跑得好累，追不上。那、啊、DJI 先生不见了。对啊，太特别了。他还在。他连飞出去都还没飞，他只有在眼前飞而已。遛狗是重点吧。叮叮叮，这样才第一滴的才会不会危险？会啊，当然啊，当然会危险啊。可是怎么可能不危险？